姐妹，看这里，来，给观众们打个招呼。观众老爷们，晚上好！今天我们来探秘传说中的凶宅。我们啊，为了今天专门下了那个传说中的 app， 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那个 app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吧。Let's go！丽丽，莎莉，这是跑到哪去了？总觉得这地方有些阴森。算了，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再说吧。网友爆料，实力派女神姜琳娜隐婚，并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姜琳娜也在被爆料后公开承认自己已经结婚，并强调对方是圈外人。这扇门好像被锁住了。有钥匙的话应该能打开。骚扰了姜琳娜的家人，姜琳娜表示要追究到底并且报警，同时还在社交媒体晒出律师函，甚至有人拍到了姜琳娜出入警察局的照片。后续报道请继续关注。这间房间的季节好像变了。莎莉让我装的这个 app， 说是可以看到鬼。打开试试吧。
手机电量低。手机电量不足，无法使用。手机电量不足，无法使用。